那我暂时没有办法工作了，你可能要养我久一点哦。干嘛？我怀孕了。你不是的，为什么要结婚呢？哎，阿信，我年有我啦。嘉诚，你明仔日头进前拢莫出去，你若要回来，有代志要参详。哈？老太婆现在要所有的小孩子回家讨论事情，他们约什么时候？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九点，台视频道一个屋檐下。感谢稳堂太宗秋葵苦瓜饮冠名播出。